亲密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天元围棋为您带来的2021当户世俱杯 CCTV 中国电视快棋赛的赛事直播，我是贾刚璐。今天的解说嘉宾是著名国手丁烈老师，丁老师好。小姐好，亲密朋友们，大家好。那这次其实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啊，就我们的往年的快棋赛肯定是面对面的这个14、30秒的快棋，但今年由于疫情的关系呢，我们这次是采取了线上。那可能也因为线上的这个用时不太好调整，所以我们这次比赛呢也是变成了一个每方1小时，然后一次1分钟读秒的一个赛制。就是和农心杯一样的赛制，对，也就是可能也是，是不是也有为农心杯练兵的这种可能在里边？我觉得今年这个就不像以前那么快了。对。因为确实马上这个月底农心杯也是快要开赛了，对，所以确实可能在这个大战之前啊，能让高手们有一个这种实战以赛代练的场景。那今天呢，我们棋友们是挑选了两盘棋啊，是这个李维清对阵党一飞9段。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也是在我们棋院的2楼，进行这样的一个比赛。确实这也是疫情下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啊，就是虽然棋手们其实都在同一个场景，对，但是可能因为我们是分设了这个北京的和杭州两个赛区，所以可能为了保证这个公平性啊，就是大家还是统一在线上对局。对，然后这是范廷钰9段，他的对手李清晨。那今天我们棋友们是挑选了李维清9段对党一飞9段，以及辜子豪对许家扬的两盘棋局。然后比赛呢是由下午的1点钟开始，进行到现在呢，大概一般都会进行到一个中盘，也是最精彩的阶段。每方一小时的话，大概也就刚读秒，双方应该快进入读秒状态。是的，对，棋局也都在进行当中。这次比赛呢是采取等级分前32，如果有可能个别的话，可能会有顺延，但是呢是应该说我们现在中国棋界最强的这些选手们在 PK 角逐出今年的冠军。对，是的。杨鼎新9段，是的，最近状态很好。对，那今天其实是上半区的一个赛制，可能很多棋友关注的柯洁9段呢是在明天下半区。好，那这盘棋呢，因为是下午1点钟开始的啊，我们也先进入棋局。对，党一飞对阵李维清。党一飞黑棋。这个应该也是现场猜先。对，党一飞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世界冠军啊。李维清呢，也是这两年成绩非常出色的一个新棋之秀。对，李维清前段时间也代表中国参加农心杯嘛。然后黑棋选择了一个小飞手脚啊，然后白棋拐飞一个，然后白棋手脚，手脚黑的点33，都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些开局。对，还是党一飞还是挺喜欢点33的。党这边，现在挡哪边反正也比较自由，感觉都可以。是，过去我们可能觉得就是你想发展哪边，你可能要挡这个方向，但是可能多了就是实战这个挡一飞9段选择的下法，就有的时候当你想要经营这边的时候，反而是挡另外一边。其实他挡那边可能也是想经营这边。对，他因为主要是看中这个图啊，棋友们可能也经常见到。对，因为这样的话他其实还是转到这边，跟党那个比的话可能更往这推了2路。其实推2路的话，其实对于这方面的扎实性来说反而可能更好了。因为如果党这边想整体围上难度还比较大嘛，因为比较空旷，对方也比较好打入，这样的话好像显得更厚一些。对，如果黑棋选择这个定式的话，那他就会显是对是这样的话，感觉白棋更结实。等于说白棋希望下成这样一个配置。对，当然这也差不多，黑的也完全可以这么选嘛，本身也是差不多定式2分。实战黑的是另外一种解谜的下法。对，他选择了没有将棋子转到上方，而是就在局部定型。吃完就直接提了。
对，这个时候其实可能喜欢作战的或者一些场合打了长出来也可以啊，也是可以的，但实战黑的比较简明。嗯，就这可能跟党羽飞的风格有关，真的跟先手、对，他实战是先手定型，然后是拆这个加过来，这是一个好点。对、二尖啊，二尖加、对，可能他也觉得就是既然你挂了我一下，我这总是一个好点，所以我这里简单抢个先手也不错，这都差不多吧，这应该看个人喜好风格。嗯，那接下来白棋这盘棋的格局其实比较倾向于是经营外势的模样、所以白棋呢又选择了一个尖冲，那好点比较多，就感觉这两条边都很大、你说拆这个其实也很诱人。一方面自己两翼张开，同时也限制了黑棋的发展，上面也很大，上面其实也有点限制黑棋这边的发展的一个作用，就是这两条边其实都是此消彼长的好点，都是消长的一个要点，都很大。实战选择上边，那其实就一人一边吧，你选上边我可能就要走下边了，对，相应的可能一人一条边。也是比较常见的开局。白的守一守，对，白的连片，对，因为这个棋虽然说往这来了两个，但其实打入之后黑棋这个吃是肯定吃不掉的、也比较容易处理。白棋的话反正围一手价值也很大，基本上这一走一手之后一般就实地化了。这个黑棋再想来打入的话，暂时来看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应该不太会了。还是很大的一手棋。对，对，但相应的就是这条边既然你不扎实的话、那上面黑棋可能就会抢先动手。对，就双方其实这个布局大家也可以看，双方对于这个大场的争夺还是非常积极的，每个人基本上都走在特别好的好点上。应该都差不多。对，然后这样的话呢，其实到黑棋拆完这个以后啊，基本上我们看到这个边角呢、也都差不多定型了。对，因为这个子的话如果说要直接去攻击的话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选点。这黑的也不怕，就是应该是个对跑的一个状态吧。接下来的选点可能就需要想一想，之前我感觉这个大家我也两个棋手可能会下的比较快吧，就比较简明的变化啊、选择都是感觉上比较有把握的好点。这个时候就可能是引领棋局走向的选择了。对，会该怎么走。对，因为白棋现在眼见的，首先这个子呢是有一定就是需要处理的、但同时呢这两个跟它也是个对跑的关系。对，这时候就需要构思了，觉得白棋可能要选择把战场放在哪儿的一个选项了、就是现在很显然你如果在上面走正过来或者逼过来、如果在这儿处理的话战场可能就在上方先展开。然后下方走棋的话可能会在这地方先选择定型，或者说这边也有可能走，就感觉这时候就看白棋的选项了，感觉都各有利弊吧，也都可以。实战白棋选择是调一个、其实也是局部这个好像挺常见的一种手段，因为调一个好像对手不太会跟着飞了。对，如果你走的话他可能现在比如顺势他这一带如果能形成联络的话，感觉黑棋光围这一点目数并非他的本意，这个棋形不太好。这个棋形感觉就有种被便宜了被别人欺负的感觉，就是上面靠过来或者以后这地方拖了虎一虎，感觉好重复黑棋这形状。所以也其实如果对手你认为对手不会飞这个的话，也可以把这个看成打入的一种。也就是说那你不连我这个子掉在这儿也把你这个分割开了，那行也是形成了一个对跑的一个状态。然后实战黑棋果然也是选择了反击。对，这个应该不会硬了，这棋形硬的感觉弱点比较多，有点奇怪。对，而且反过来看黑棋觉得我出头和这个联络也看成见合，你总归也只能走到一个。对。那你不飞过他就跳下来。对，如果白棋就不走的话，那显得这颗棋子其实它的价值就得不到体现。就是打入嘛，就把它当打入看。因为它比直接打入好，直接打入可能被飞住了。这样的话就达不到，你活是可以，但是达不到分割黑棋的一个效果。这样比较被动。对，所以它实在能像这样的棋形的话形成一个对跑刺一下。
肯定不亏，然后跳一个好手好行啊。这样的话战斗就在左下边先展开。对，实战白棋下的倒也很积极。对，因为可能很多棋友乍一看觉得我这三个子是需要处理，我无论是出头还是怎么安定一下，但白棋实战的选择就比较积极，他反而是先追究黑棋也没有眼泪。对，我感觉挺贪的这种棋。我当时第一感我以为出就飞一个好像是第一感比较平稳的进行。他这手棋挺贪的。对，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就是贴目来讲其实黑棋负担比较重，就从白棋的角度，如果是双方简单对跑，黑棋没有形成一个效率特别高的控的话，其实从白棋的角度是可以接受的，但他呢还是想先捞住这个实控，然后还觉得在这边的战斗我可能也不怕，挺拼的这种棋。因为确实也有风险，就一旦如果黑棋能够占据主动的话，其实这两颗棋子自然而然就显得会有点薄，两块孤棋嘛。而且这样的话，黑棋一旦如果能头撇过来，白棋这地方头那个出头不太好出，有点别扭。一旦这条线如果说被黑棋控制住的话，因为你也不好去下边做活，下边做活跟这手棋本身就也有点打架。反正很拼这手棋，我是觉得很拼。对，而且这手棋的价值就虽然它是有一定的目数，但看上去它其实也没那么大。对，并不是说捞了一票好像这一下就够本了，因为它是单方面的，白的可能长点目，其实对黑棋的控没多大伤影响的，因为这地方本来黑的就没目，你再围你也不是目。对，我随时一漏你，就这种地方是漏风的，就说从实地的角度来说，对黑棋的实地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就自己大概围了个实目棋嘛，但是他可能看中的是对黑棋眼位的一些压缩吧。反正我第一感觉这手棋很拼啊，就是。对。然后他走这个黑的还是应手。对，就是你有了这个我是应手你才难受呢。对，本来没有的话可能白棋根据他可以选择反击，但你现在多了这个子你就有点不好意思再往这边下。重复了。对。就比较重复。但如果像实战跟着硬的话，总感觉被黑棋骗了。只能跟着硬，他没有这个子，你还不能搬我，你搬我肯定长了。对，但现在多了这个子以后，那我还放你活个角。黑的当然现在不会活角了，这两下黑的明显就便宜了。感觉白棋走了一手棋之后，角上反而多出个活角，这实控可能还亏了。所以白棋可能也只能吃回去。但总感觉，那这样的话，这手棋的价值，因为黑的还留了一拖过嘛。对，就黑棋随时需要安定的时候，总感觉好像反而黑棋也挺有弹性的，就你让我自己下我可能也大概就是这样了，就感觉这手棋也没走到什么东西，反正是。对，这样的话黑棋对，要感觉这步棋一走白棋挺难受的，这个出头这局部就有点麻，就不知道该怎么定型，反正从大的方向上来说被黑棋给掌控了。而且这样感觉黑棋的这个子力刚好就是形成了一个封锁圈，就逼迫白棋要往下走。活是肯定能活，但是活就不太舒服，也不是白棋的本意，本来两块棋对跑，如果只能到底下做活的话，可能而且你做活的时候有可能把脚上的手段都会损，因为虽然这黑棋子很多，但这脚里并不是实地，是有手段的，肯定是有活的，但是你活棋的时候很容易去撞了。对，你比如说随便在这里定定型，跟我一交换，那我就实地化了。对，那就本身就是亏损的一些交换。所以下到这儿的话，如果白棋它没有什么好的办法的话，我是觉得黑的要比较主动啊，这局面。对。或者说这样的棋局其实可能对于我们来讲，其实对人类的角度来说，白棋不是那么好掌握，就总感觉自己有一点点被动。我觉得李维清这下法他还是很贪，然后胆子也很大，就感觉挺拼的。对，他实在的下法确实我觉得挺出人意料的一种构思。是的，就我们一直都觉得既然是你自己打入进来的，而且说实话被点成三个的话，我们总是觉得他比较重的，但他实战的构思还是挺灵活的，他在这个时候呢他是先去转，对，他脱先了，这个好像也把难题交给对手。这个我们刚才确实是挺对白棋头疼的，因为黑棋已经掌握住了大的一个行棋的方向。对，白棋局部处理起来呢，就活是肯定可以活，但是
找不出一个特别满意的活法，可能觉得效率不高，他直接把皮球踢给对手，我就不活了，你吃起来其实也有点头疼，也没那么容易，也味道其实弹性也挺足的，黑的想进吃白棋也不知道该怎么动手，但如果不动手的话，那总感觉就是我要是简单跟着你硬呢，就有点步入了你的步调，这个心情上呢又有点想契合。对，就实战我们可以看到两位棋手就是各走各的，各行其道啊，真的是一个气势。要是我的话，我感觉我就跟着你硬往逼，就是等于说我又把难题抛给你，对吧？我就算跟着硬怎么了？你这两个看不出明显的便宜，对，就差不多吧，我就硬嘛。我还是想让看看你怎么办。对，但是实战他们还是也挺有达成了一种共识，挺有个性的。对，这个黑棋说，既然你不理我，那我再加一手，你是不是就更加危险了？挡住，反正。把你眼见的做活的一个大的一个方向给眼给灭了。对，看上去白棋如果不用一些什么打劫之类有弹性的招法，可能局部的眼位已经不够了，局部进活可能是活不了，打劫还是有点弹性的。但相应的呢，白棋既然先阻住了黑棋，然后他现在呢，他就可以再从上面攻击过来。这下法挺有意思，感觉很有朝气，李维清确实还是很有想法，反正第一感吧，总觉得白棋比黑棋更重一点。是的，但是黑棋想吃这，反正都有压力也有负担，白棋也不是说这几手棋就黑的这个子想活其实也总能活的，双方其实都没有把握说能进吃对手。对，但我感觉接下来黑棋的态度也很强硬，就是虽然白棋在这儿已经花了两手棋了，但他觉得我这个子你可能再给你一手你也未必吃得干净。我觉得这个棋就属于谁先动手去做活谁就输了，谁气势上就我不能接受，我可以去活你也可以来搞，就是谁先觉得感觉谁先去苦苦做眼好像就气势上要差一点，所以黑棋继续你补你的我就补我的。对，这个棋确实也不知道如果大家都不活了形势怎么样。对，但总感觉就是转换也搞不清，黑的应该不能就是被白的是这种方式，那总感觉白棋的效率也还可以，就可能他觉得你无论怎么补我可能还留有一些骚扰的余地，效率是还可以，但你看这个效率应该也还可以。是，所以如果都死了其实也搞不清到底谁大，这个确实需要好好判断。对，而且虽然黑棋已经补了又补了两手，但白棋总觉得自己其实有动这两块，对，可能相互肯定有棋，肯定有棋，相互配合可能还能够从你这个空里做文章。这肯定要做文章，这个如果这已经死干净了的话，黑的可能不承认他已经死了。但白棋这个也接受不了我自己全军覆没。对，所以这棋就复杂了，这棋就头绪万千那个感觉还是很乱的。对，这盘棋的格局应该是对他们都是很大的考验，不是很好掌握的一种格局。本来挺简明的，但是我是觉得白棋这种招法它有点就把这个棋局拖入泥潭。本来你出出头吧，谁也没什么脾气，对吧？大家真诚下，突然之间就感觉双方气一言不合，这个就谈不拢。看白棋的下一手，其实也是他呢，就觉得这地方肯定要加强，但是他也加强的是在这里。对，就是都是挑这个效率最高的下，就是逼你来活。你如果再不活，比如说黑的是不是再补一个就算吃掉了？也有点虚是吧？也总感觉，但是大概率感觉就应该问题不大。但他可能觉得这样白的是对，这样好像白的这块效率也非常高，也很满意。所以这就是判断很难的地方，而且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讲，就是你这种虚的地方到底这白棋是围到哪一线，或者说黑棋大概到这种地方其实很难很难，这个只有很难，这个比较虚的东西。对，所以实战还是黑的先忍不住然后我得先搞对，黑的先想，
他也不是，他也其实也是试试你，也是个适应手。对，他就是问你一下。顶一个顶的白棋确实也挺恶心的。对，因为本来嘛，尖顶我尝是个好心，但我现在那这手棋就要多余了。嗯，对，他就是趁你挡了一个，我再来顶你。对，就是使得你这手棋的效率显得有点奇怪。但是如果你不尝吧，感觉这好像对，如果走别的，被我一虎呢，好像有条路，嗯，就溜了。虎甚至于我还能先搬再虎、哦、还要打我一下，就如果你走这感觉白的也不太能接受，就提醒、所以这顶的白棋很麻，嗯，所以白棋呢既然觉得这里不好走呢，他先追究一下黑棋的棋形，就你这个棋形被我搬到二字头的时候、双方啊，其实我觉得作为咱们棋迷朋友们大家可以来看，就从这儿开始双方基本上每手棋都在契合，嗯，谁都不愿意跟着对手的步调在走啊，想掌控局面的主动权，其实咱们高手下棋一直是想控制局面的一种体现吧，谁掌握局面的主动可能棋局更好掌握一些。所以白棋局部确实也很忙，然后虎一个也是想先看黑棋的应手决定这局部怎么应、对，因为黑棋当然其实这个角你马上不走呢可能也不至于有生命危险啊、但是相应的白棋占得一定便宜，他可能觉得你如果简单的怎么去做活我也可以接受。这个棋现在就很麻的一点是什么呢、就这个白棋如果说要来杀黑棋也不知道怎么杀，也未必找得到一种简明的吃掉的方法、但是你让黑棋一手棋自己做活他也活不了。对，因为你简单的走呢这明显还是有破绽，但你这个东西就很有意思了，就是你可能吃我不一定吃得掉，但你让我补呢我也未必补得活。对，这个很麻这东西、因为你补的时候你反而这种弱点就体现出来了，白棋可能这地方利用两块棋的薄棋，可能这地方味道先手就很多，对，你如果非要自己去吃吧这又变成黑棋的借用了。对，就是所以也看谁能忍吧，这黑棋反正白棋走黑的我还是跟着你硬啊，我就这都跟着你硬。对，因为这印本身价值就很大的，嗯嗯，而且他可能觉得你仅多这一下交换对这边影响也没有那么大，好像看上去我这边的这个路还是一溜有一些，那有啊，你我这虎先生我这还能顺手刺你一下，你这还变成俗手了。嗯，所以接下来呢黑棋也是觉得我就都跟着硬，你一走我就还硬，我再爬，不，黑的硬的挺舒服的，这串交换、白的时控上还损了一些。嗯，那么白棋收获了什么呢？白棋是觉得自己在上面可能利用黑棋的气劲。对，白棋这个其实主要就是想赌黑棋的气。嗯，搬个二字头嘛，上面搬完下面搬完，他是想强调二路搬虎。对，就他觉得现在因为我这个打了跑，你这个子是要不了的，所以他觉得这里可能能够利用一下先手。那黑的角应该不能再补了吧，再补再怎么着那两个子因为这白棋越来越厚了，这厚了之后呢这地方已经没有出路了，嗯，没有出路之后如果这地方还该白棋下的话，我感觉这个作为这个他们这水平的高手来说应该活不出来了。对，也是有风险，再补一手感觉是要被吃了。嗯，所以黑棋得赶紧跑。对，先点一下。对，然后白棋先吃，他可能担心如果我粘完以后这两个子有清了的可能性、可能也没可能性，反正不亏打一下。 保险一点。对，然后黑棋来处理这边、处理这边，这样的话白棋先把这票捞了。这也算白棋攻击的一个收获。对，因为现在黑棋是不能走脚上，这个气自己比较紧，这白棋还可以再爬了，可能不便宜吧，这个如果还要去吃显得过于倔强。对，而且这个局部好像也不太好走，可以爬爬你一下，如果你走外面一般这气黑的是不够的，如果你挡住的话、这地方被一般，然后一路打一下之后已经长气了。嗯，两般长一气，对，再一般，是的，所以黑棋是不行的。没必要为了这一个子、黑的下的这么惨。所以在跑的时候黑棋也是想好了，既然是对给了这利益就给了，其实它也可以看成一种交换。对，就是局部脚上我当然付出了代价了，你吃了、但是我把这个二字头搬起来，我在这儿
如果能有收获的话，这个转换黑棋也完全可以接受啊。嗯，而且这走多了之后，对这边肯定也是有好处的。对，这样等于黑棋觉得我一尖，你在这儿花了一手棋，然后我把这边处理的比较好以后呢，这一带咱们就看成你吃一点，我走一点边控。它是个转换。嗯。所以看上去感觉黑棋也还可以接受，我觉得黑棋还可以。如果这块棋白棋现在没有什么好的手段啊，能够轻松处理出来的话，黑棋这块这半盘来说处理的应该算比较成功的。嗯，所以白棋现在要利用自己的这个后卫啊，就是对这块还是得占得一定便宜。嗯，但黑棋好像也挺轻也挺灵活，你如果吃小了我还可以不要，是吧？我就别被你挣进去一起吃了就行。黑的还比较灵活，对，我们来看实战，白棋是，啊，白棋就选择了一个这个封头，这个是就是把黑棋封在里边，对，摁进去。但看上去黑棋如果有一些先手的话，这个区域还是感觉有一定做活的空间，活应该能活吧。嗯，白棋可能有一个整体的构思，因为他觉得就是灭眼，其实大家也可以想到这种手段去灭眼，这种手段这个可能也就比较轻了。我比如说我外面跳跳走走，对，你吃小了意思不大，而且吃的味道确实也不干净。一旦落一后手吃小了，黑的这地方再来一刀，可能黑棋的效率就明显比白棋高了。对，因为我们看白棋可能就被压缩到一个三四路控，那黑棋的这个下方好像是一个方方正正的。对，所以白棋其实不是说不能去灭眼，灭眼的话都是后手黑的可气。嗯，所以它整体还是要一个整体的性的一个进攻，你这样进攻黑的局部我觉得活应该还是能活。嗯，黑的就实战就拱。对，嗯，然后再拐。白棋就是封住了，然后黑的还先搬一下。对，搬完强调贴的绝先。嗯，这样白棋补住。哎，这活的还挺舒服，我感觉。如果跳里边没什么棋了，嗯，点我是可以立下来。如果点的话，好像可以立吧。嗯，看上去白棋自己气也挺紧，就这种冲断。嗯，对于黑棋来说就二路拖拖，感觉，嗯，这白的没什么手段。 嗯，如果点不进来的话，黑棋这个眼位应该足够大了。对，这应该活了，已经围了个小实木棋。嗯，所以白棋这个时候啊是先虎一下，但白棋也有收获了，这个地方将来应该算白棋的权利了。对，白棋如果将来这能扳倒一下，这还能力倒一下，这两个搜刮的还是很爽的。嗯，这也是攻击的一个效果。对，这然后几目棋就已经收回来了。那暂时走不到，暂时如果你现在来搬的话，黑的会脱先，打结活不是特别大，就放掉了。现在重点是这时候白棋又跑到这儿，黑棋应该算处理好了。嗯，现在白棋该表个态了。白棋就说，这个虽然你安定了，但我可能劫财比较多，他决定下面我们先做个劫。对，这个我其实觉得白棋实战下法可能是他这个时候就想好的一种构思。嗯，放你活。对，那我劫无敌。是，所以就等于说他把这两块整体看成一个平衡。对，就虽然我在这里可能看上去没有实质的收获，那觉得我通过劫财的牵制，如果能够无条件让你这个地方缩回去的话，对，那我就相当于把这里处理好了。对，因为刚才如果灭眼那种小的话都不是劫财了，黑的可以弃，现在等于说整体比较重嘛，都照进去了。然后在这地方做个劫，这地方主要搬了一虎好像也只有打劫了。嗯，如果你走这边的话，他就感觉这边的自己有这一拐好像有点难受，抵挡不住。嗯，拐完只有断打，你补的话就靠断，黑棋自身还是有点薄。嗯，这黑的已经连走了几个了，飞过来又补了两手搬了一虎，好像黑的也只能跟白棋打劫。对，所以这是白棋刚才脱先的一种底气嘛。嗯，由于黑棋自身不是特别厚，所以呢黑棋想进吃白棋确实也是有难度。对，只有打劫。但这样的话这个劫对于黑棋来讲就无比的重，因为黑棋基本上是不能接受被白棋消掉，这样的话他感觉之前的每一招棋的效率都有问题，就活得有点
太爽了。对，而且好像瞬间这几个字，感觉这一代的联络也是很薄的。对，所以这个节对于黑棋来说其实是更重的，黑棋希望能够尽量打赢这个节。但是黑上面那块棋，现在其实就上面那块棋，如果白棋是劫财的话，我感觉黑的无论如何也打不赢。对，而且这一代可能白棋还得打这个当劫财。嗯，他就是拿这个当劫财。对，打吃这个劫财太爽了。这个好像是免费的，而且是本来也很舒服的一个，打得很愉快。那黑棋呢？黑棋得找劫啊，黑棋也有一枚还不错的劫。来吃啊，这个得摘，这不能给你拔了，这个子不能给你拔了。对，因为看起来可能有的棋友觉得这不是美景木嘛，但是我们看，如果这杯黑棋提了你，其实你这块棋就爆了，然后中央我的潜力，所以这个子是非常关键的。棋友都知道中央拔花三十目，这还是很大。好，关键是白棋觉得自己有劫财，白的主要是觉得，即使你有这个以后，我上面也能找得出劫财，白的是这么认为的。他是不是没想到这个不一定是劫？不是劫。对，或者他如果觉得他是可能找的，对，他点进来呢，对，找的好一点。他如果直接往这点，黑的也脱先，可能主要黑的有点硬不动。黑的如果硬的话，我是不是你的劫就非常多？我硬在哪？硬也只有利嘛。利，那你应该眼见的还是有些劫。劫肯定是有啊，但这样白棋可能有点损是吧？如果说继续找劫冲断的话，这整个定型亏目了，冲断一拖没什么手段，那有点损。他这个找劫方式是不损的。对，因为你如果硬，可能我本来以后收官也就是这样，比如说我再加呀，或者是将来找劫再加长，这个不太损。是点如果被立到这儿，就全损进去了。他虎完再加，可能不怎么损。这个可能是找劫局部最稳妥的一种方式，但是这么找劫，他实战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也没意识到，或者觉得就算不是劫也可以接受啊。这个黑的实战一言不合把劫消了。对，但消了之后呢，白棋好像这个棋形黑棋还是挺有弹性的，就吃的也不是说那种一下走完就特别简明。我们来看白棋是飞进来。那这个棋首先有一点就是白棋找这个劫，黑的死不死不知道，黑的这地方先打一下，这个已经白捞了好多了。因为我们刚刚看，如果说虽然白棋当天走不到，但以后看成这样的话，黑棋这里只有五目棋的，现在的话不仅关键是这里可能以后还是变成黑棋先收的一个地方。这个白的好像还是能立的，其实就差两目。立的话你不走点一个打劫活吗？对，但就那样也有打劫，应该还是算白棋走到的概率高。先收两目多，反正这个打一下你现在没脾气，因为你得杀我，你就他有没有可能立在这不便宜是吧？可能立在这儿的话黑棋就更轻了，就从这一带过就真气了。可能对白棋来讲也是挺纠结的地方，因为这样的话可能又差两目多，但站在这儿如果说万一被黑棋在里面活了的话，立在这儿主要不只差两目多，差两目我觉得他可能就算了，主要立在这儿这个就真的不一样。对，这一题好像跟这个又有关系。这地方主要我搬，如果你挡不住你只有猴，这地方是差四目，这差四目，这差两目就六目，然后这里边自己差两目差八目，那不行，就是立一个贴布没了，立一个就先亏八目，先亏八目可能有点接受不了，我的贴布就没有了，所以不行，亏八目。但是粘上的话实战我们看挡一飞这地方有没有手啊。这地方可以拖一个，确实是这个棋可以说很有弹性啊。死而不僵。对，因为看上去比如说我把你这个子留下来，那来个相思断。顶着是，你好像还可以顶我，顶把你给吃了。对，这个好像活得简明了。那我不行，那我换一个，我可能得从这边来是吧，我可能这个或者这个从这儿来。对，从这儿来，从这儿来我也只有搬嘛，退你一粘是死的呀。对，看那就是搬。这样的话我如果吃可能被你你也只有吃，你如果冲我猴一个局部至少打劫活你应该也不能接受吧。就所以说我冲和粘是大同小异，我要吃这个。吃这个我打一下这个。他这个棋主要是这个地方有个顶。
这个很难拆，就是我不能搬里面。你搬里面送眼。对，那我只能搬外面。但是搬外面，上面没有断了，我把你杀，把你杀了。哦，原来这地方我还不能乱动这个器型。你搬外面，这个被吃掉了，尴尬了。那就是说我大概是拐吃本手，是吧？那这样真有可能搬里边吗？搬一下是不是便宜啊？啊，反而搬完再管行不行？就这下交换。这样，你这不是死了吗？我能不能搬？搬我吃？你这吃了沾上你，可能我也不敢说，杀不动吧？好像还是有点。但是有一点黑的这个它是不是可以操作一下，它不做这些交换也一样的吧。我不是说它没有，我好像但我不能同时走到，是吧？次序它不搬这下，它可能要这个先靠。对，先靠。如果你搬它好像可以贴，直接贴行不行？因为你如果长，我要这个先手比较有用。对，这个可能这个就清楚了，这样我可以把你挡。不，但你可以沾点，沾我挡住你加这个，我是不是也局部也死了？这好像局部应该也活不了。哦，这个地方还，那我能不能我不能断位。但是有一点吧，可能就这样，这棋白的搬里边吃，黑的如果就弃了的话。这感觉这白的是不是不能接受啊？就是我们思路要灵活，既然不行的话，这怎么封一封？跳一个拐是后手是吧？如果拐先手的话，好像很快乐。对啊，就那。但其实是不是也直接一跳你？如果说这进不来了，这太夸张了。这个其实可能黑棋就是通过弃子啊，这一代天哪，暴涨了这么多目，其实这个收获是很大的。这个白的应该不太对吧？如果这全是空的话，这其实大家可以看成这种虚空，相当于也是吃了块棋。对，这虚花花的好几十目，白的好像这棋还不能吃特别小。所以等于说白棋这个地方其实是受到一个牵制的，就是说如果一旦被黑棋在这一带把这两个子摁回去的话是不行的。有弹性，这黑棋还是有弹性的。所以这个拖的时候挺难办的。实战它是长这个。那这样黑棋局部呢好像白的就不好吃了已经。局部倒是死的，但是还是刚刚的问题，外面有先手，就这地方外面。就现在黑棋顶这个，白棋如果想杀黑棋点一个点进去，局部是死的，局部死的，但是我这个顶是先手。顶的话你得爬。那我粘是先手，那我还是有这一靠。这我现在只能拐吃。现在我是不是直接就跑了？这个你好像杀不封不住我了。因为你这风头我刚好有眼。对，就是你管我尝试先手，你得来灭我眼，灭我眼的话这间就溜了。这棋黑棋还是有一条羊肠小道可以出去的。对，所以白棋局部已经杀不掉了。对，所以白棋就觉得说我可能要在这一带去用点先手，看看能不能比如说我这边多了几个接应以后我再来去吃。他这个思路也是对的，也很好。就是这一棋刚才我们看黑棋为什么可以活，是因为这地方可以有口子可以往外溜，局部两只眼是没有的。但是如果这地方断进行了一个牵制，多随便多两个先手，那黑棋这个口子就出不来了。所以这也是声东击西的一种构思。对，这黑的也局部也不好动了，我感觉黑的不能硬了，怎么硬都有各种借用。所以黑棋实战索性把这块先补活。这样双方等于说打劫是个转换，转换完之后在上飞的攻防又形成了一个转换。黑棋活的时候白棋在这儿走了把飞刀。整体上来看相当于呢黑棋打赢了这个劫，白棋呢在这儿走了一把飞刀，找了这个劫材，但在找这个劫材基础上在那刮了一票。对，这个还是如果看成白棋一个先手收官，还是黑棋的目数少了非常多，主要白棋自己也涨了很多。对，那还是就白进来破了一圈。等于说白棋是打劫在这儿找了个劫材，等于对，等于通算下来有可能白棋其实还是收获挺大的，还可以吧，我觉得白棋。
人家上面把黑棋刮成两只眼还是挺不错，可惜的就是这地方被打到一下美中不足。对，嗯，对，所以这个地方其实还挺有意思的，因为可能棋友们或者说我们经常下棋会沉溺于这块棋的一个死活、嗯、但其实从这盘棋的走势来看，像刚刚丁老师给大家介绍，其实黑棋如果反弃子去经营这块的话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对，所以高手下棋他们这个总是为整体在服务的，并不拘泥于局部棋的死活，就是我活当然因为它大我才会活，如果说我弃了我的收获反而更好，那我会果断选择弃子。作为白棋来说也是一样，你吃对吧，如果吃完是亏的它可能就放生更好。嗯，所以总体上来说还是取决于全局的判断嘛。对，这样的话黑棋这个地方有一耙得补棋。嗯，猴猴着补这个白棋也挺爽的，这挂的。嗯，白棋先拖了一下。嗯，拖一下。这里边暂时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对，但如果说这里面黑棋要是还有棋的话，那其实感觉之前白棋的这个三个子确实也某种程度上来也是一种诱饵，就是确实花费了黑棋非常多手棋，然后这里面还是留有一些余味儿。白棋实战跳家、嗯、就感觉已经，我觉得白棋是不是对局面挺自信的、嗯、下的这个挺简单的招法，我总感觉白棋能不能下的更积极一点。嗯，就比如这个有可能补的就不是很，这个反正最稳最稳的一种下法了，因为你这样补的话我感觉黑棋比如说他刺先手这一飞，黑的这已经把效率最大化了。嗯，那比如说我最简单我飞过来你还会跑吗？应该不太会跑吧。对，因为白棋上面是铁后，也就是说我如果从这儿出来，只要白棋能自己处理好，他就哪怕往里破一破我，其实这两个子我这白棋也很容易处理吧，这种地方撞一撞、嗯、这黑棋跑出来我感觉一会儿不是在送吗，可能会死进会死回去。那如果白棋黑逼的黑棋往回一路围控，本身就是便宜的，他这个感觉反正效率比较嗯，怎么说，黑的就很舒服，但是他我是觉得他可能求稳了，对，传递出一种讯号，应该对局面是比较满意的。形势判断我觉得李维清现在认为觉得自己形势不错。嗯，我感觉因为你走这个黑的这个是太舒服了。嗯，或者甚至于我为什么要去救两个子呢，我先吊一吊行不行啊，对吧，我吊这会不会死啊、嗯、也不会死吧，你能杀了我，那如果不会死我总想把你逼回去啊。对，实战黑棋这一手棋补到这儿很肥。对，因为确实我觉得或者就像丁老师推荐这个，我觉得这一路之差真的对黑棋来讲围起来也差非常多。如果你还是围的话、嗯、其实我就不会再担心你跑了，因为你围我随便在这拱两下，拱两下之后这地方也是没有弱点的。对，但这一路之差其实一出一入可能又是五六目棋又差出去了。我往前一路你就少一路嘛，那其实两路啊。 对，所以这步棋应该是体现了白棋对局面应该是判断比较乐观，但反过来说黑棋能够走到这儿的话、嗯、感觉这个效率也还不错。我觉得这手棋浓浓的优势意识对，按我们话说就是感觉自己孤了有点、嗯、这个感觉不错形势。我们看啊、哦，白棋把这个立掉，立是先手，脚上是打结活，嗯，黑的粘在那儿补，嗯，粘在那儿补，他防止打吃先手这结棋眼位就被搬，觉得目数比团战好，对，有点关系吧，因为很有可能将来这方被白棋提起来嘛。对，如果提起来的话你这虎一下先手这拖进来了，所以这个打你有可能要不了这个子。对，所以目数粘那好。嗯，拿白棋走一下以后啊，中间尖冲在中腹看看能不能再成一点空。嗯，一起贴。你这白棋绝对是觉得形势不错比较自信的手段，那这里边都不搞了。
都给你。那我看我感觉趁着黑漆漆下没刺到，要不要先什么撞一撞之类的？这脚上的味道没有什么可借用的吗？二路拖拖、什么撞撞，这下黑的不还没刺掉吗？对，白的敲简明的在下。那黑漆呢？把这个压出来。这样的话，白棋其实白棋本来这个是想围中府的，但黑棋其实慢慢走的话，这个中央如果白棋攻不到黑棋的话，也哦，这黑的很拼啊，这个压出来本身是后手啊，对，就这个地方，那我这白的真的不弄弄黑棋，那黑棋可能说我这搬一搬，我可能也有点现实。就是这个局面的双方体现出来招法的用意，我是感觉白棋偏保守，黑棋相对来说更拼一点。可能也是双方对局面的一个理解吧。那这样的话，白棋看看他是选择在中府啊，这中府就白棋是得弄掉手段出来呀、啊，这个得搞搞，不能那么简明的定型啊。他挖粘，这个是他的权利，这黑的要进角，黑棋进角，然后白棋是靠一个。靠的话，他是不是觉得这里黑的也有点气紧？看看能不能有一些手段。他是挡住，是不是也就搬了打一打呀？他还有啥？他就想搬了打一下便宜吧，应该是。那黑棋挡住应该没问题。白的搬，搬黑的是选择的是长，黑的不肯吃。如果吃的话是也不会粘嘛，会粘。粘好像就是不是没起，就是打一下嘛。那黑的这个木是不是这样？还是它是提吧？那也就这样了，还能怎么？然后在上面就再搞搞，以后是不是留着这个？以后留有一穿还行吧。对，黑棋可能不愿意被打一下，它是长，但是长的话，这个木不是一二三四，亏点，亏不少吧？感觉这地方爬，你如果是吃这个的话。这不是白差的几吗？它就是这里厚一点，可能厚一点，可能这里稍微厚一点，但感觉这里木数上这样白的还是有收获呀，这个白的刮到了，所以有点不知道实战打一飞是担心他可能觉得是不是可能以后有担心的点。但这样的话，我觉得白棋作为先手便宜还是有收获。这白的还挺开心的。对。这都走掉了，这挡也挡掉。因为这现在白棋的木了，都走掉。是，粘完靠一下。黑的这也只能退，因为搬不便宜，这上面薄，退。这样倒算是一个简明的定型，白棋刮回来一些可以接受了。对，其实感觉黑棋可能这样，这个木这两个以后虎，感觉真的很松，黑棋这里的木。挺松的黑的。所以。其实感觉黑棋之前的招法是觉得形势不太好，但其实黑棋在这一代的定型呢，可能他是过于担心中央的厚薄，所以他做了一点退让。但是这样的话，白棋实控上还是收获很明显。对，就有一点啊，他刚才吃的话，白棋有可能这地方先不定型，保留着这种地方中间搞，因为那这地方味道确实有点坏。对，我觉得他可能担心的确实就是。吃的当天，他是不是可能这代有先手？然后丁老师说的，你这几个子毕竟还是要注意一点。我先保留各种味道，你可能不好对付。对，所以呢，这样白棋是便宜了，然后继续在中央行棋。所以，这是什么？黑的贴一个是什么？扎实。跟着一，那感觉白棋走一下总是便宜的。不是，这白棋如果就退，它是卡住了一目棋是吗？就是防住了你冲我一下。但是我本来这一代是有先手的，就是这个地方他的判断。他觉得这样你压不到嘛，本来你冲倒是小事，冲完被你拐一下觉得不舒服。后中先。
啊，这样啊，白棋。他就是冲黑棋，想马你。嗯。粘和挡还是什么？这什么？有点难受。无法接受，脱先了。啊，黑棋说：“那我也难受你一下，看看你是怎么应的。”哦，对，因为如果你要是猴，我就粘了吃先手，你肯定不能接受，有点。那三个就算不能跑了呗。嗯。那这个冲一个，这双方这个转换转的有点突如其来。嗯。冲一个的时机，黑的脱先了，这样。这读秒了吧？嗯，对，因为现在到快下午四点，嗯，肯定是读秒，正常来讲。所以接下来其实可能又会出现一些，比如说一言不合就转换，因为确实六十秒的时间，感觉都有可能是读秒的时候想试一下。嗯，结果被黑棋反击了。这样的话，感觉又要重新的一会儿看一下。然后就拐一个，嗯，这拐很大，这拐收控还很厚。嗯。而且他可能这里黑的联络也不是特别的好。嗯，这场进程我感觉白的应该不错。嗯，感觉黑的缩水挺严重的。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大方方块块这个地方被挖下去一个，挖了好多。对，当然黑的也有一点点收获。嗯，黑棋虎在这儿，是不是白的跳住围的很大？嗯。感觉再定型一下，其实双方的就收的差不多。黑棋拖，嗯，拖好大，嗯，最后的大场，这个交换一下都很大啊，他也就顶住，确实。啊，白棋没有马上硬，白棋先尖硬，尖一个是个硬手啊，不亏啊。嗯，感觉黑棋这的气确实还是有点怪。有一点点，对，反正就是搜刮嘛，嗯，就是看看有没有可刮的地方。如果你走不好，白棋有可能会获得断的先手。对，那黑棋先粘，这个因为你有尖，先逼你补回去。哦，然后我再看，长了一棋。嗯啊，黑棋尖一个，这个是要进白的空，尖到了一下。嗯，然后粘上。哎，这个地方挺好玩的，粘上，这好棋啊！嗯，挤一个是好棋啊，挤一个，嗯，麻到了。嗯，就我应该不肯吃这个，被你一粘。嗯，那我要吃这个。吃这个，我打他打这个，打这个打得很麻。如果我提的话，那就舒服啊。嗯，白的这个便宜了，就是外面打两下。嗯。黑的不肯，黑的不太肯，黑的粘上。那这样，他还是觉得我不要这个了，我只能先手断这三个。然后这样是个转换，白的把这救回来。对，但这个黑棋呢，因为这里被白棋连，他需要联络一下。嗯。这感觉也是读秒一下就会有各种各样的转换。打一下，嗯，定个型。现在就是双方定型的一个过程。对。感觉上好像还是应该白的。不错的样子。嗯，好，那这样白棋走一下以后打了个将。哦，这个应该也是在考虑中央怎么定型，然后选的是这个位置。对，嗯，应该没什么危险，因为这地方黑的还是薄。对，然后他可能还觉得以后是不是我长你一个，你棋形也不舒服。嗯，这是白棋的用意，所以黑棋呢跟着补一个。这还能往这挤。这个挤很凶。嗯。哎，这个地方，嗯，这样其实白棋就当便宜了一下，是吧？白棋，打将。嗯。因为这读秒是六十秒一次，所以也没有过多可以用的，所以就是。对，但是感觉上这地方其实白棋可能是从他的实战走进来来看啊，他应该是有一点想觉得自己看到了什么手段，就感觉他要进来了。因为正常可能本手可能就是局部来讲他这里是没办法联络的嘛，他走被分断，然后他走他可能觉得这两个子掉了，然后所以他可能觉得这地方是不是我可以通过一个组合拳看看能不能追究一下
配器器锦的问题。本身这种木薯便宜啊，这打两下本身木薯就是便宜的。对，但是它断上来，断黑棋狗一个，这里有什么棋吗？断一个，嗯，对。断，哎，我如果吃，他就突突突，啊，就连回来是吧？嗯，连回来。局部也就这个，没什么别的手段，就这个地方可以打一串能溜。嗯，这白的是有不便宜啊。就我们看这个突突突，好像你是后手吧？你确实好像成功的画了一手棋在这儿，是吧？看上去好像。你花了一手，我是不是还不给你突突突？你突突我俩不要了，啊，我给你咔咔了，突不进来。啊，对，因为这个地方看起来我这个脸落不咋样，但是你也分断不了我，你走我就都硬住也没气。对，就没有都假眼，你粘我还能。哎，那这白的是不是有问题啊？这好像送，好像不行是吧？那。不想想我看看还有这要是没棋的话断和狗一个交换跟亏姥姥家了，这个断放在这儿不是纯战官吗？对，本来我们白棋走黑的走，这白的是先手就这样，然后我这还能有点木，你跟这个一交换，这中间怎么黑棋突然自己十来，本来突突突也不见得便宜，本来你就可以打了粘，这多拱两下。嗯，感觉看起来白棋这手棋应该有点问题，是不是？而且从他实战的招法来看，他自己可能也没想明白他要干什么。可能我觉得他是不是这里有点什么错觉？嗯，他为什么要下那种感觉绷得好紧的棋？这种棋往这儿断有必要吗？感觉特别妙，就是感觉应该是有什么，应该是看错了吧？他以为这断好像很严厉。对，他比如说他觉得断，你是不是可能只能这种？那确实严厉，把俩吃了还可以。对，这什么棋都没有啊，这棋形黑得很紧凑啊，全帮住了。对，这怎么办呢？他实战这是就算了，回头是岸。但我觉得这个他的优势不知道就是有这么大吗？我因为我们发现白棋一直在打将。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之前的打将是觉得这里看出棋了，要出招了，但出完了以后再打将可能就是。他之前那个棋也挺拼的呀，他就正常下不行吗？我感觉形势白的不是很不错吗？他挤完了断上来全死进去了。这感觉就是纯送，那个，然后好像也没有想出什么办法继续打将，同时也是定型，把局部定型。啥意思啊？然后搬这个。搬这个，这是什么？这从木的角度，这现在已经不重要了。他搬完断是成立了，但我给你呗。这本身这个吃好大，这个本来你可以吃的，但他却也不肯吃，吃被上面打一下，他就觉得没起了，不太对，被上面打一下。但是你搬这个吧，虽然你在努力的吃我这俩，但是我这一吃，我这下面的木，对，可能你吃俩便宜实木，这地方搬一下被抠到这儿，先亏实木。对，那白棋终于如愿得到了自己的这个断。但是黑棋就跟着，那就给你啊，这个现在我都给你好了，因为保证你这别跑了不就行了？对，白的吃一下，好像感觉白棋其实从上面定型完一直都还不错，但突然在中府有点自己亏了呀，白的送死，这没什么呀，这有什么呀？这好像走半天，他自己也觉得提这个也挺没劲的，现在他又得再收这个，那。白的这一串其实可以明显的看出来是没什么收获的，还要自己再花一手棋把这个给走掉，收的有点乱，这白棋这串关子很乱，这个收完其实你中央也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感觉黑的再把这吃了，爬，这个爬一下是先手便宜了，这个棋实战就这么定型了，然后就粘一个，打吃，把这俩提了，然后黑的也提，做一个交换。那基本上这棋就小关子了。定型，大概就这样。这棋好像白的输了。白的这串中间这串，
自己在那搞事情，嗯，亏不少啊。对，我们可以算个总账，就是黑旗中央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突然没了十几步。这本来啥也没有啊，这本来大概白的走，白的还先手收官呀，黑大概有个五六目、嗯、现在这个黑的围了十几目，白的这还少了好多。主要这地方为了吃这俩，这是拱进来吃了俩，收获也没多少，这被抠一下，这地方已经也亏至少一个贴目出去了。对，本来如果白棋正常收官，比如我挖吃，你就算立在这儿，我这还是含着目出的。就这里其实你这手棋跟这手棋的交换已经基本上把你这儿赚的便宜给抵消了。嗯，没少亏这官子、嗯、感觉白棋啊。对、嗯、是的。现在呢他们还在下，但感觉就是小官子了，就感觉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盘棋应该是李维清因为自己中间的失误啊、嗯、就葬送了一盘好局吧。嗯，本来优势啊，这白的感觉是挺好的局面。嗯，可能也是快棋的魅力，这一读秒了、嗯、可能是不是也慌了。是因为从我们当时看他在这个挤，其实这种棋感就是有点奇怪，但挤完之后他先打了两个将，这么拼干嘛，对，然后断上来以后被一侯又开始打将、嗯、这个就说明他肯定是有一些出乎他这个预想的地方。嗯，但是经过一番打将他也找不到好的办法。嗯，那这个亏损可能就把他的中间肯定是误算了、嗯、以为这个手段可能拿捏黑棋棋形的弱点，其实发现黑棋的棋形很紧凑，没事儿，嗯，就可能不好办了。嗯，对，是的。现在呢我们看到就是从直播来看他们是在这个进行收数啊，但是这个目数的差距呢，这白棋的亏损还是比较严重的，所以这盘棋可能是最后会挡一飞九段、嗯、取得这个第一轮的胜利。嗯，好，那这样的话呢李维清也比较可惜啊，那我觉得也是读秒中吧一个失误、嗯、那我们第一盘棋呢先为大家讲解到这儿，稍微休息一下带来另外一盘。天元围棋。